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影片世界。我将来跟大家介绍是这个蜡笔小新的啤酒饮料。上次之前是介绍化学的，然后这次介绍啤酒的。它有四种图案，我抽到是这个。然后这个有刻度的，看到吗？刻度。要把水加到这里，100。这边。橘子口味，哇塞，橘子口味，然后要准备冰块，太早准备一定有点融化。这刚有流出来，橘子口味的。
有点像芬达汽水。好，这就是我今天介绍的蜡笔小新啤酒。其他好玩的就是它泡泡会冒出来，那上次那个化学都有点失败，可是这次啤酒就成功了，应该是我水量加不够，蛮好喝的。然后这个喝完的话，这瓶子可以留着做纪念。日本人做这东西的好处就是他比较大方，会送你这些东西，做的比较精致。你也可以拿来喝牛奶之类的，但是尽量不要装热的，因为这是塑胶的，大概喝冰的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蜡笔小新啤酒，谢谢大家，下次见，拜拜。